算了吧，嫂子那手干得和枯树皮似的，就真要让他手洗啊，还不给人家搓坏了。翠花，我是打小看着你跟李慧一起长大的，我拿你当客人对待，你今天居然跑到我儿子和我儿媳妇的床上睡觉，还穿我儿子的衣服，不太合适吧？阿姨，这有什么的呢？小时候我就和李慧哥哥睡一个炕，这以后啊，还说不准真能睡一张床呢。妈，你别听乱说啊，妈。宙斯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，思想比较前卫，你别信以为真啊，妈。哼，自己心里怎么想的，他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自己待会的苍蝇，你自己处理。我没工夫跟个离头苍蝇闲扯，我怕我犯恶心。对了，你不是要展示你的厨艺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的做饭去！啊。嗯，饭好了，吃饭吧。嗯，闻着不错嘛。哎妈，翠花还没吃呢，要不……啊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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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你做的这个芹菜炒肉和辣椒炒肉简直太好吃了，鲜辣爆香，超级美味，你饭店大厨做的还好吃呢，细腻开胃又下饭，吃起来太满足了。好吃吧？我是用这个小炒酱炒的，它的味道都是大厨根据比例调配好的，炒菜的时候啊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再放了，做起来特别简单。知道你爱吃辣的，我就用麻辣味的小炒酱来炒，至于不爱吃辣的，就可以用酱香味的小炒酱来炒，做出来也是非常的美味。那其他的菜也可以炒吗？比如说我喜欢吃的炒蒜苔、炒鱿鱼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小炒酱荤的素的都可以炒，也可以用来炒海鲜，做出来都是饭店大厨的味道。那这么一大桶不便宜吧？不贵，现在来直播间或者下方购物车还有活动，19.9到手一大桶，整整两斤装，麻辣味和酱香味还可以单独拍，而且啊，拍组合装更划算。如果你喜欢吃啊，我去直播间多拍几大桶，到时候给大迪他们也送几大桶，一年四季都能用。嗯，那真是既好吃又划算的。哎呀，这有的人啊，一点也不注重身材管理，这都胖成什么样了，还吃那么多呢？哟，这衣服穿的也是土里土气的，哪像我啊，只穿名牌，不是什么香奈儿、GUCCI 啊，我都不穿。李辉哥哥，你是不是对嫂子不好呀？这穿的。怎么和市场买菜的大妈一样呢？嗨，他又不出去，打扮什么呀？见谁呀？就是啊，笑笑整天在家操持家务、洗衣做饭，跟陀螺一样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哪像你们现在的小姑娘啊，闲着没事儿就知道捯饬自己。还有，李慧跟笑笑已经结婚了，这是你跟你嫂子说话的态度吗？就他。要不是当初我出国留学，谁叫谁嫂子还不一定呢。够了，我儿媳妇怎么样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指点点的。小小年纪你不学好，茶艺倒是一套一套的，见门就疙瘩疙瘩，这不是鸡笼，你要算敢出席啊。阿姨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离婚哥哥
妈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还有你，像这种害虫一样的女团你都分不清，什么香的臭的都让你往身上靠。我告诉你，再有这种害虫一样的绿茶，来一个我灭一个，来两个我灭一双。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不是妈，你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客人呢，这是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把什么阿猫阿狗都往家带，我连你一起扔出去。哎呀！